小女子大老远的就看到歹徒了，但他好像对小女子没有兴趣。呵，又是一个喜欢欺负良家小孩的歹徒。看到他捏伞了，肯定是假伞，小女子哪里有首饰重要呢？行吧，男人就是花心。这个歹徒到场，小女子今天就少把两颗垂柳好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男人就是花心。没用的小孩和杂耍班子都救不下来，不过没关系，你的盖世黛玉会喝着加速酒来救你的。小女子眼前一黑，瞧瞧，小女子不过是回上了一瓶酒，哥哥就这般模样，还想要闪现直取小女子性命，那就不要怪我。左右摆头，蓦然回首，倒拔杨柳。对不起，下次不拔了。